家早上好，看看老公在干嘛，你给我做卡布奇诺呢。能喝上我老公的卡布奇诺也难得呀，看一看，老公做的，哎，花色还挺可以的。我要糖，我喝咖啡一定要有糖，没糖喝不下去。哎呀，这个泡沫好丰富啊，好密呀、啊。这要喝一口，嗯，什么？我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个地方靠近 Tübingen， 是我老公的医生这里，漂亮吧？下班到家了，这个是我前两天刷的鞋子干呢，给它弄起来。哎呀，我没有看见德国人刷鞋子，就是德国人好像鞋子都不用刷的吗？我都是用手刷的。看德国人好像真的好像是不刷鞋子，我老公他也不刷鞋子，之前他也不刷，我问他了，他说他不刷，就穿，一般他都喜欢穿皮鞋，皮鞋是不用刷，但是运动鞋你要刷的呀，他也不刷。不知道，每个地方人不一样。我闺女的鞋子，你看，别看她不怎么爱干净，但是鞋子她就要干干净净的。我老公今天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吃晚饭，但我今天不想做饭。那这一点就是好，不想做饭就不做，也挺好。小猫猫，你干啥呢？嗯？你告诉妈妈，妈妈想吃什么呢？告诉你给妈妈做饭好不好？你看你这一点就没有姐姐好，姐姐还会帮妈妈做饭呢。我闺女老是会说，这个小猫是我二女儿，她是我大女儿。你看她自己跳到这儿，嘿嘿，你往那一坐，跟人一样的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吃面条吧，配上我昨天卤的牛肉，叫牛肉面了，一下子蹭一下子，就是我们的档次上去了，叫牛肉面。但是家里头没有绿叶的菜，我就放多放点葱吧。面条好了，放了点鸡精、盐还有油。看，回来吃饭啦！现在怎么样？刚才是刚出锅的，现在放在我卤的这个牛肉，不错吧？我老公的少一点，他在减肥，然后配上我的蘑菇酱，尝一尝。嗯，哎呀妈呀！好，给我一点，给我点，我也要呢。嗯嗯嗯。Good appetite. Good appetite. 嗯。这个蘑菇酱真的老香了，跟你说，不是一般的香。嗯，呀呀呀，他觉得我这个不辣，要多放点那个辣椒酱。我这次放的不够多吗？有一个我放的可多了。好，明天就是万圣节了，这是我给孩子们准备的这个糖果，还有一个这个南瓜的这个，这个带棒棒的有点危险，我给它头朝下，这样子的话他们会好拿一点。就这样子一点嘛，那小孩子嘛吃棒棒糖比较那个一点。应该会有很多，因为去年和前年都很多。你们过万圣节吗？明天我闺女要到市里头去玩，明天晚上是万圣节狂欢。现在10:30了，我闺女还没回来呢，刚才打电话说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坐车了。应该快到家喽！哎呀，我看见一个人影，噌一下子过去了。
哎呀，姨呀，干啥呀？小费。哎呀，你还有小费呢？三块钱。三块钱。看这猫，第一次看见它喝水，看渴得不得了。好了，祝大家晚安了，明天是万圣节，祝大家万圣节快乐哦。